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剧组，它是很多阿拉伯民族的各民族的舞蹈融合起来的舞蹈，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 fusion。 那今天你要跳的是 tribal fusion， 因为它从 ATS 衍生出来，所以在跳 tribal fusion 的时候还是要跳出它的味道。那今天这个主数是谁创的？最早出来跳的那个人叫 Fashions， 在 San Francisco。其实它可以，这个海藻或打勾都可以用在这两个。好，可是如果说在 ATS 里面比较惯性用的东西，上八会加海藻，下八玛雅会加打勾 ，OK。
okay, 然后用鲜花要谢谁？谢谢被你踩的大地，没有他怎么跳？